大家好，今天在这里495高速公路旁边 Casino Blue 那里是 Dunkin Donut 在这里买一杯咖啡。很多学生啊，这里啊，都有边呢？没了。到你们去买咖啡喝。Yeah, ice coffee. Medium. Yeah, medium. Little sugar. Medium ice coffee. Milk, yeah. No sugar. Little. Milk, one sugar. Yeah, yeah, one sugar.And? No, that's okay. What's the difference? All the milk? Yeah, with milk, with milk. 这家装修很好看哦。他们还卖冰淇淋耶。这家是另外牌子吧，卖冰淇淋的。挺好看的，这家装修得很漂亮啊。这个是最新的，这么冲啊。Thank you. 这个怎么冲在哪边？这个不是啊，应该不是啊，应该是不是啊，这个是 Straw over here.在那裡啊，在那裡四個多啊，四塊多，就打碎嘛，叫399的。這個才是普通的，是不是？这家装修得很好看哦。这家就跑出来了。再喝一下好不好喝？放 cream 就好喝了。奶汁啊，他放了普通奶。普通奶。很难喝。OK 了，走了。这里开了很多小店啊，这家是卖珍珠奶茶的，还有那个什么 cookie 啊？啊，对，马克龙，我叫马克龙啊。啊？对，还有冰淇淋。这叫马克龙吧？还有这家是什么？这家东万饭店，凯歌，还有卡拉 OK 呢。那有卡拉 OK， 哎呦，还有烧腊啊，你看，啊，脆皮腩，腩肉仔，可以买烧腊饭吃，要吗？啊？老板，哎么？哎。三片啊，那三片，我来呀。咁早食饭？依家好早啫喎。买咗阵间食咯，咪系。啊？一系买咗阵间食。哎哟，谂住老鼠就吓我一跳，我谂住老鼠啊。唔系啊，咁个袋你分唔飞入去？唔系，我谂住老鼠。你都冇用食个袋啊？呀，你系带走啊，同食啊？带走啊？有三寶飯。三寶飯。同你三寶飯要點啊？
哇！你後面好大位置坐喎。因為我哋開始行到呢度，睇到另一樣嘢。佢都有賣粥啊，萬爾粥啊，嚇！你要求先俾嗰啲粥花嚟。唉，新攞嚟啊！就依家咁樣啊！哇，好正喎！啲大盒啊，真係，好正！食埋今晚都得啦。唔該。睇啊，睇住。剛才買三包飯，價格比較貴啊，15块啊。啊？哦，12块啊，12块那要合算，还是可以，分量很多啊。下回来这里很多小餐馆哦，这里茶坊啊，你看，合记，这家也很多好吃的，跟昨天吃的差不多啊。有干炒牛河耶，那家也有啊，应该我们早餐嘛，早餐没有，嗯。这家叫什么？茶坊，港式快餐，在 Casina 6004。小心车。这一家是老外的。嗨。啊？怎么？我以为同我哋打招呼。这个系唔同我打招呼啊？做什么招呼啊？哦，我攞住个相机啊。哦。这里还有一家 Subway 啊，来，老外餐。还有家什么？锅条米线。很久没有吃沙尾啊，沙尾呢是健康餐，他们说我吃过两次，它味精很重啊，10秒到啊，过桥米线啊，有一次到 Brooklyn 去吃的，就在这里吃就好了，是吧？不用跑这么远，不用跑这么远去。然后这家呢？住面馆哦。住面馆，这家开了有一段时间。新四海灰上海菜应该是火锅啊，啊火锅啊，哎，这里还有上海小笼包啊，文贼旗，这里我们以前买过一次的，买那个什么呀，鲍鱼面啊，鲍鱼馄饨面啊，忘记了，疫情的时候戴口罩的时候，这条街就这样子了。这里都是民宅，这里范围很大，华人很多，这一区也是，而且里面很多豪宅的，你看。
跑进去你就知道很多豪宅。进来这里呢，很多巨无霸。巨无霸就是说非常大的房子。华人啊真的很有钱的，他们可以把老房子通拆掉，然后盖成巨无霸。他们说巨无霸啊，之前的很多隔壁啊，比如说这些老外啊，老人家一直在投诉啊，说怎么可能盖成这样子，现在社区都变了个样。现在越来越多了，有钱人越来越多。你看这家够大吧，这真的有钱啊。这家应该不是华人的吧，真的很大这房子，你看看看它的围栏就知道，又大又漂亮。这里一直走都有巨无霸的房子，这家也是，你看有多高。前面那家还没完工啊，正在施工。这里是153街，很靠近缅街了，往下面去就是缅街了，所以这里非常方便。这里房子现在价格非常贵，你看对面就有两家巨无霸。看到吗，非常大，盖起来本来这一区都是独立的房子，独立的旧房子，经过华人买回来了，拆掉。还是要有钱啊，要不然现在买这房子也要100多万，然后再加盖的话就不得了了。好，我吃个鸭腿。这个是鸭腿来的没？有没有毛啊？有毛啊，帮我扒一下。哎，你看这个，这个，这里是吗？对，人呢？嗯，还可以。嗯，有鸭毛，没办法，一两条。一两条肯定有一点的啦。哎，我吃个饭。没有就好了。嗯，好吃。叉烧好吃吗？好吃啊。嗯，不错。这皮很脆啊，火肉。嗯、烤肉的皮也非常脆，不错。压了就不太好。叉烧好，这个好。我给了一个鸭腿，大概最喜欢了、啊、好吃。今天天气非常热，看要打冷气了，开空调啊，今天啊。过来这里缅街，这里呢是银吞妹二号。好吃好吃。太好吃了。嗯。好了，吃饱了，走了。